就在那些日子里，罗马皇该撒亚古士督颁下谕旨，叫罗马人民都报名上冊。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，在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時作的。因此眾人各歸各城，到自己的家鄉登記。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到了猶太地的一個城，名叫伯利恒，是大衛家族的城，就是伯利恒城，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，和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。那時馬利亞的身孕重了，在那裡的時候，他的產期到了，就生了頭胎的兒子，用布把孩子裹好，安放在馬槽裡，因客店沒有地方容納他們。